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接下来快，我们今天要来玩史莱姆躲猫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光。今天壮汉光，壮汉光。今天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伺服器，这个伺服器它的名字叫做苦噜布哇，不是苦噜布哇的，苦噜布 Game， 翻成中文就叫做方块伺服器。在这个伺服器上面嘞，它有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小游戏。这一区嘞，就是他们伺服器的小游戏区。每过24小时还是多久会换？好像不是24小时，每过一天的样子，一天就是24小时，每过一天的时候会换一款新的游戏。然后这一区嘞是塔防系列的样子，然后第三区嘞幸运空岛战争，这个我超感兴趣的。如果宝宝们喜欢这个伺服器啊，也许改天我们可以找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玩看这个。然后再来旁边是幸运空岛，不是幸运空岛系列，一般的那种空岛。然后这个地方好像可以买他们伺服器上面的商店，我是没有钱的。再来这个是蛋蛋保卫战，其实这个蛋蛋保卫战啊，就是床战的前身。在床战还没有开发之前啊，最早之前就是蛋蛋保卫。羽毛被吃掉了，太靠近 NPC 好像会被吃掉的样子。再来过来，他连一般的 PVP 矿物战争，甚至连跑酷都有。我们今天来是玩他们伺服器上面的一款小游戏哦。那在开始之前哦，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给我们听。要注意到羽毛头上啊有奇怪的粒子效果啊，其实他跟火还有小光，我们三个呢都是第一次到达这个伺服器上面。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中的右边啊，有个 level， 那是我的等级。我现在等级是一，羽毛，你说说你等级是多少？9等，我的掌控被盗了。而且偷偷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哦，他的账号嘞被 Hypixel 的伺服器崩掉了。可是盗他账号的人在 Hypixel 上面可能开个挂，所以不要盗我老婆的账号。快点啦，别害我不能玩啊！那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宝宝们喜欢这种伺服器上面的小游戏，想看到我们一起玩玩看这伺服器上面不一样的小游戏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。先来一个比较简单的数字，好了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，来个6666个喜欢，我们再找更多 YouTube 一起来玩。我最想要玩的是这个，这个是我最想玩的。不过今天啊，小光跟羽毛不太行啊，这个我的 PVP 很烂啊，我需要比较凯瑞的来凯瑞我，所以这个我们留给下一次好了，我再找个巧克力，找个鹿之类的再来玩。我们今天先玩这个。这个是你看到他身上穿的这个绿绿的就知道，我们今天玩的嘞是羽毛最喜欢的游戏。那个游戏嘞，他们每次打不到我，不要盗你账号，不要偷我账号，对不起，小心。这个游戏嘞，它的名字叫做史莱姆躲猫猫，顾名思义嘞，等一下会有很多很多只的史莱姆要想办法抓到我们。我们的目标呢，就是不要被史莱姆吃掉。简单的玩法大概是这样，详细的玩法我继续再跟大家解释。那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对，就吵死了，对，One, ready, go, go! 在这款小游戏里面来分成两种模式，第一种模式是感染者模式，第二种模式是红绿灯模式。开始了，我们现在玩的这个模式嘞是史莱姆红绿灯的模式。等一下中间会出现有点像是哈利波特的分类帽，羽毛在我左边，小光在我对面。等一下他会选出三位还是四位？选出四位，四位啦！选羽毛，选出四，选羽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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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位是。哦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好失望哦。羽毛，羽毛，哎呦哎呦，小心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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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羽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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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小鸡，小鸡，最后一位，拜托，该是羽毛了吧？可恶！跑！我们要想办法活，好像3分钟还是4分钟的样子哦，就不要被他抓住啊！如果其他人抓住他的话呢，你可以想办法解救他，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玩躲猫猫红绿灯的那种感觉啊。全部人被冻住的话，就算是我们输。然后场地上面呢会出现一些道具，你可以去拿，然后你可以躲到一些其他地方哦。顺带一提，我们跑的速度啊比史莱姆还快，可是史莱姆它会吐出有点像是史莱姆泥一球的东西，就是你要小心不要被它撞到。撞到的话呢，就会停下来，就冻住不许走。那你如果注意听不懂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如果在地图中啊，你看到一些，你看到一些透明的粒子效果的话，那就代表是你的队友被冻住了，你可以想办法救他。我看一下，要怎么救啊？看看靠近旁边，靠近旁边就可以救。有人被冻住了，我听到妹子在叫，我来救你了。谢谢。我可以跳可以，你可以。
头跳，有点像是你小时候在玩的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我来救人，我来救人。救人！待在旁边呐、啊。救一个！然后地上有时候会有道具，地上有时候会有道具可以捡，可以捡。然后的右上角就是现在的史莱姆，还有颜色比较暗，就代表谁被困住这个样子。我身上拿的是、嗯、有敌人，你在干嘛？哦，被冻住了！可恶，冻住了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可以头跳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在下面，绿毛我在下面，绿毛我在下面。等一下，绿毛，不是，我们剩下两个人，你要想办法救人呐、啊！救人啊，绿毛！你要救人呐、啊！你绕圈圈，可以，他没回收球，棒 ！OK， 我来救人，救人！救我！我在救人！哇，被困住！羽毛，救我们三个！你可以！绕圈圈！羽毛，绕圈圈！绕圈圈！漂亮！跑！加油！就漂亮！6666！你们好猛啊！太强了吧！你们好猛啊！小光在哪？我干嘛？哦，这是我隐形，这隐形有屁用啊！不要过来！我看到小光，不要动！救你！哇！救你！哇！被困住了！跑！小光跑！不要跑！我来救羽毛！这边有人，我这边有人。好，我们还要撑两分钟，我们还要撑两分钟。我看到以前的我哎，不是羽毛吗？不是变隐形啦，是分身啦！哦，救完了，羽毛造了一个分身哎。还剩下最后60秒，正下方那个经验值上面啊，那个地方是好多东西哦。经验值上方啊，是那个叫做什么、啊？是时间倒数，倒数。我创造一个自己的分身，好多道具啊！我创造了蜘蛛网炸弹，把我自己粘起来。我放了一个砖块，它可以帮我挡那个哎，放出一个墙哎。哦，我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了。这个是当我的这个角色死掉了之后。我就会现形，所以我现在其实是透明的。啊！还有剑呢、欸？这是什么？慢走。冰冻剑。冰冻剑是什么？我来试试看。现在最后几秒，30秒，我觉得人类应该是不会输了啦。不会输吧？砍史莱姆好了。我来砍史莱姆。是那一题哦。史莱姆嘞，他会把东西丢出来。然后他的那个东西啊，要是他没有捡回来，有点像躲避球。他要是没有捡回来的话嘞，他就不能够用，他的 CD 时间就很长。等一下，剩下10秒钟，哎 ，TNT 的炸弹，你有看到那个引线吗？剑之正上方，要爆了！所以如果时间到的话，史莱姆就会被炸成碎块，像是这个样子。太冷了吧！第一场我们胜利， yeah! 开心的拍肚皮。我来试试看第二场，好，这个游戏不是好好玩。我觉得这个伺服器上面的游戏啊，应该都是挺不错的，而且连线看起来还蛮稳的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准备开始第二场喽。嗯，对 ，two one， 来 ，go go。不过有一个小缺点就是，当你如果想要选不一样的模式啊，或是你想要投票的话，你必须要有不一样的阶级。像我没有氪金，所以我就不能够投票说你要玩哪一种模式，有点可惜啊。但地图可以选，好像有4张地图的样子，1、2、3、4，4张地图。我们看看今天可不可以4张地图都玩过一遍，好吗？好，这场是又是红绿灯模式，红绿灯模式，总该是你了吧，羽毛？对啊，该是你了。你旁边有泡泡龙哎、欸，小光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很萌、哦，好可爱、喔、哦，三只哦，原来少一个人吗？哦，少一个人只有三只杀手的样子哦。少两个，少两个。哎，俄罗斯轮盘，泡泡龙，羽毛，小哥，是我吗？哎，不是，看错了，不是吗？我才不是，羽毛，两只泡泡龙啊，两只泡泡龙，跑。跑，好像有10秒钟的时间可以跑的样子，人类好像跑得比。泡泡龙不是泡泡龙，跑得比那个叫做什么史莱姆快一点点的样子哈、哦。嗯，泡泡龙好像是小心史莱姆会丢东西，要小心史莱姆会丢东西，他们不用抓到你，他们是用丢的，你要小心一点点哦。啊，他东西丢出去啊！再说一次，他东西丢出去啊！如果你不捡回来的话呢，你要 CD 很久很久。如果你手动去捡回来，就可以直接零 CD， 懂意思吗？有人来了，羽毛人，有人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！爬上去！我怎么卡住了？啪！有人在后面，小宝是谁后面？你们后面吗？你后面，小光，小光你屁股后面，小光你不要往我这边过来啊！小光走开啊！我来找你了，不要啊！小光，我一起死，我不要死。我们一起变史莱姆吧！我不要，我要，我要下去！我再接。来了！小光快跑啊！
我去救人，我去救人，我去救人，我去救人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我知道，我在，我在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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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抖，我在抖啊！躲开了，躲开了，没事没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开个反身，哇！我被卡住了，我被卡住了，救命！我来了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了，我来救你了。我这边太多人了，我在红中老师三个。OK， 我先想办法离开这里。OK OK， 咚。有点像是小时候在玩红绿灯，然后呢趁鬼没有在看的时候偷跑，有没有？我看到羽毛了，我看到羽毛了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。小光，我们要先去人少一点的地方。羽毛，你要救人才会逆转局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要救人才会逆转局势。人少一点的地方，跳 ，OK， 漂亮漂亮，我救他，我救他，你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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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救，我来救。漂亮，谢谢。不会恶心。里面，里面，里面要怎么救？里面要怎么救？往快，往快跑！拯救中，拯救中，拯救中！后面，拯救中！拯救中！不要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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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动！漂亮，漂亮！爆了，很好，很好！再看我们，再看我们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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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！各位，不要看我！羽毛好给力哦！哦，羽毛超强哎！救援大王哎！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哦，是火球吗？烧爆！哎呦！我直接烧爆他哎！哦，真的假的？可以烧爆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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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射他，我要射他！我也有火球！他中你了啦！他中你了啦！好嘞！哈！剩十秒，要赢了要赢了！赢了！霸凌史莱姆！霸凌史莱姆！史莱姆在我后面，他在丢谁啊？他在丢我哎！他被假的我骗！霸凌的史莱姆是搞错了什么？他在假的我之前一直看着我，好可怜啊！我们再来第三场了，哎，我胜利两场了，哎，香第三场，第三场是一般模式，就是感染模式，感染模式好像只会挑一位史莱姆王的样子，史莱姆王好像我也觉得是那个家伙，对啊，最绿的那一个，未看身材啊，未看身材啊，这边有几个。哎，差点了！哇，啊，头顶是绿的啦，跑跑！这张地图又是另外一张地图哎，我们连续玩了三张不一样的地图哎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史莱姆王被 release 了，放出来。史莱姆王好像多了一个新的能力哦，他好像可以看到就是玩家在哪里，他会有个穿透的一个能力。还有羽毛，哎，有啊。我们羽毛，我来找你了。等等好了，现在也只有一只史莱姆而已。对，只有一只史莱姆，这边有个洞哎，到哪？好绿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觉得躲在这里不错哎。真的吗？我也来了。就躲在这里不错。我带鬼来找你们。要啦！现在还只有一只鬼，还只有一只鬼，这可以当逃跑路线。哇！鬼好像还没有抓到人哎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从你后面呢？我刚回溯了一下。我找到道具。地下室，地下室，地下室，这是干嘛？地下室，有个奇怪地下室哎！哎，这地图好大好深哦。是什么？等一下。汉娜尼，很帅的。我们在地下一百层。哇、啊！鬼鬼鬼鬼鬼！鬼啊！鬼在我旁边！不要！几个道具，几个道具好了。鬼好可爱哦！鬼好可爱啊！找不到人哎、欸！太可怜了吧？好可怜哦！鬼打不到！啊！鬼，看那个鬼，你看那个鬼！笑他笑他！哇！哎，被感染，被感染，他被感染了！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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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有两个鬼啊！可以逃跑，逃跑，逃跑，逃跑！我需要点道具，我需要点道具。这里是二楼，是不是？嗯。哦，它有分两层楼啦。现在有三个鬼，你们看到那个？那个就是躲避球，被那个东西打到的话就爆了，好大啊！就直接变了。史莱姆王的会比较大一点点，一般的被感染的人啊会比较小一点点。哦。嗯，他做的很。史莱姆王，等一下。哎呦哎呦！旁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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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我想拿那个东西。我想拿那个东西，把它好，把它好。我想拿那个，哎呦，这可以进去吗？可以，可以躲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可是躲不过史莱姆王啊！史莱姆王看得到路，这里好迷宫哦，好迷宫哦。OK， 跳上来，跳上来，我们还要再躲90秒，可以，各位可以。可以，我一直掉下来，哇！不要，不要，拜托，求求你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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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跑了，你们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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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可以干嘛？这可以冰冻，这可以冰冻。这可以冰冻，有什么用什么，有什么用什么，狂用僵尸了！不要，你不是僵尸，你是史莱姆。史莱姆，我后面，我后面有一只，先跑再说啦！你们在哪里呀 ？OK， 剩一分钟，剩一分钟，六十秒。哦，现在感染者跟一般的人民已经一半一半了。汉语包 ，OK，
在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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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下好像很少人，嘘，楼下吗？楼上很少人，楼上很少人。我发现史莱姆王不用透视呢，他有透视技能，可是他都不用哎，这样子是假的。剩下三个人的羽毛，三个，只有十秒，快点，八、七、六，我一直到逆流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爆！获胜！哇哦！我直接就在你的前面哦，真的吗？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我们来玩第四场吧，这个游戏好好玩哦。模式是红绿灯模式，红绿灯，红绿灯会选三位出来。羽毛，我赌羽毛啦，是你们了吧？我赌羽毛啦，换你们，差不多换你了啦。没有啦，究竟是谁呢？究竟是谁呢？神秘的罗盘啦！可恶 ！OK， 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停！收光！天生羽毛，羽毛！我们爹是谁？很清楚了，我们爹是谁？怎么这样？我们看到第四张地图嘞，真的，一鼓作气，连续玩四张不一样的地图，哎，酷！阿神，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在哪里哦？你们谁是史莱姆王？史莱姆王不是你们啊！你们才不知道透视嘞。可是我看得到你啊！嘘，道具有个道具，给我一点道具。哎，为什么丢不到？给我点道具。史莱姆好像有绝招的样子，好像左键嘞会射比较近一点点，但是比较快。然后右键嘞是比较慢，但是比较远一点点，需要去救个人，不然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妙。救人！我来救你啊！求还我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耶！ Yeah, 救到人了，很好！哎，有爆炸的地方嘞，就代表有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不要动！想干嘛？救到啊！救到！可恶！夺命球啊！丢到好，那我扣零。哎，这个是谁呀、啊？嘿！我又要想丢人啊，哎呦，丢不到啊！羽毛在追你嘞，不要去追我啊，羽毛！啊、我这种人是你追得到的吗？啊？要不要照照镜子啊？在干嘛？照照镜子，听不到。有人被困住了，我现在跑速加快一点点啊！看到哪个？哎呀，我应该拿盾牌去救人的。羽毛，我们两个合作。合作个屁啊！合作。我、哦、这太难丢了啦！去救人。很不好丢哎，有人在手撕了，还 teabag 他， teabag 他， teabag 他，想救啊！救！我致盲他，我致盲他，漂亮！想救啊！我怎么丢到？哎，可恶！我致盲了一个，没看到第二个。哎，逃跑！现在剩下两个活人，有点尴尬。救我！打他！救漂亮！太夸张了！还有盾牌，漂亮！道具，换道具！有什么道具？我现在三个人啦！快去！漂亮！剩下60秒，先杀70秒，不要先杀我！为什么先杀我？加紧跑出再说。OK， 我觉得拿一点道具才不会救人呢。我这么爱惜生命的人，怎么会去救人？太无情了吧！你丢到，没有杀我时间。是棍。哦，救人棒棒！救人棒棒是干嘛的、啊？打一下人吗？ Okay, 看一下救人棒棒。大家都被释放，都不好抓，大家都被释放了。剩40秒，我用个救人棒棒去救个人好了。救人棒棒，救谁啊？救人棒棒，可能来救你。还被救出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没中，有好多人呐、啊！怎么可能？我有炸弹，炸弹。你要跑？等一下，剩最后30秒，不要这样！怎么了？干嘛？可恶！后面的神跑好快啊！哎 ，Hello， 飘去哪？哎，没炸到！后面有史莱姆炸弹！15秒！炸
咻！你讲剩十秒，输个屁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五秒！我不盾牌，我不怕了，我不怕了，耶！连赢四场，哇！最后一场是我们刚刚玩到的地图。哎，小黄，你左边是绿死士哎，绿死士，绿死士，羽毛好啊！就是如果羽毛变成死士之后的样子，太好了吧？这个模式是红绿灯模式，要选四位，我猜这次应该会有羽毛了啦，没有啦，应该会有羽毛了吧？那个死士在摇头哎，那个死士在摇头，好可爱哦 ！No no， 那你羽毛你要摇头啊？是你是吗？不是，最后一位。羽毛哎羽毛，不要不讲话，不要不讲话，是你的吧？羽毛，是我，就是你啊！哎呦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啊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羽毛了，确定是羽毛。骗他，骗他，骗他！他还在追我啊！他是骗我，他在追我啊！我在又丢不到啊！羽毛，球球，哎，我们调戏他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调戏他，羽毛，调戏他，羽毛，你的屁股后面啊，羽毛，他嘴巴，OK， 我们先四散开来，不要让鬼能够在同一个地方，这样那个人才有走开。你不要，哎，真的可以打回去啊！哎，屁呀，不听话啊！真的可以打，不要揍我，对不起啊！不听话啊！对不起啊！哇，对不起啊！插在你身上，我会带着你先走的。走开，你真的可以揍我，好好笑啊！去哪啦？来，他就一个人这样躲着，他不救，要救啊！你们的手下都不救，你要不去抓他，每次我们赢哎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去抓人啊，没有用啊！去哪啦？你不要动我啊！我不要逃走啊！你被霸凌了，不要逃！小瓜，什么？走开啊！没我的事，没有的事，先不要死，要！哎，剩下60秒了，快点去抓他了啊！你们不要再救我，我要逃走了。你们在那边，我逃很久哎，那个爱惜生命的人，才25秒哎，我找不到那个人哎，哎呦喂啊，哎呦喂，他太强了，把这个东西当躲猫猫在玩。找到了，来救我们，快点来救啊！19秒，17、16，就近，15，好紧张，没丢到，13，快，丢掉，没丢到，10、9、8、7、6。炸弹！10、3、2，小光，耶！我们输了，输了，小光，我们输了，最后一秒！啊！天啊，好刺激啊！好险，好险！好瑞，今天的史莱姆鬼抓人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希望宝宝们喜欢这个伺服器上面可爱的小游戏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6666个喜欢。我们得找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这个伺服器上面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小游戏。那么我们下期见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